慢点到。嗯。要不我来？哎呀，不用不用，你去烫西兰花，水开了。看你笨手笨脚的，撒不出来。安奶起来了。嗯，今天早上吃什么呀？稀豆粉和包子。我叫小月，其他人来不好吧？干嘛养？认清形势，放弃幻想。呀，阿奶，什么叫认清形势，放弃幻想啊？这是昨天阿瑶跟我说的。阿奶，你是不是还没洗脸呢？现在吃饭了。洗了。那怎么还有眼屎呢？你才有眼屎呢！他小的时候抠眼屎吃。阿奶，阿奶，我求你了，救命，救命，救命！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坐，好好好，哎呦！一杯拿铁，一杯橙汁，一个牛肝菌薄饼，一个松露，对吗？嗯，对。好的，请稍等，谢谢。真是肚子不舒服，刚才不该喝那杯冷萃茶的。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，嗯，今天客人也不多，我一个人能行的。没事儿，我喝杯热水就好了。小春不是不在吗？帮帮你。嗯，真感动。那你休息一会儿，我给你倒杯热水啊。谢谢。对了，红豆，嗯，小春姐又开始给谢总介绍女朋友了。啊，什么样的？镇上新开了一个创意餐厅，一个女老板，烫着大波浪，80年代香港女明星那种感觉。大波浪，嗯，王祖贤那样的，对，特别洋气，特别漂亮。但是谢总拒绝了，啊，拒绝了。豆，你前男友什么样啊？帅不帅？哼，算周正吧，挺高的。哎呀，我姐说是瞎了眼才看上我。他为什么分手？老见不着面，感情就淡了。是有多忙呀，连面都见不着。哎，住的太远了。我在东四环，他在西五环，挤地铁挤半天才能见上一面。我姐说，异地恋没好结果。你姐可真是国家泼冷水的一级选手。人家贾宝玉啊，是衔着玉出生，我姐是含刀片。等我回上海了，我一定要偷偷的跑去你姐公司的门口，看一看她到底长什么样。嗯，我真的是眼睛花了，看谁都像我姐。有吗？嗯，有点。可能贵妇的气质都是相似的吧。嗯。妈妈，嗯，我怎么觉得那个人长得有点像我小姨？你下完了吗？我已经下完了，赢了。哦，太棒了，那去看看是不是小姨哦。嗯。小姨，铃铛，铃铛。
怎么来了，林丹？妈妈，真的是小姨。胖了啊。你可真会说话，谢谢夸奖啊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给你个惊喜啊。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啊，我派人去接你啊。不用，那个民宿有接送机服务。镇上的民宿？嗯。你能不能不玩手机？我工作呢，玩什么手机啊？等一下马上好。哎，半小时以后给我 ，OK。服务员，他被凉了。服务员，不错啊，你这义工做的挺认真的。什么时候回去？家还没修完。哎，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啊。我打电话到你酒店，你酒店说你辞职了。你居然敢骗爸妈说休假三个月，我就知道你有问题。我是怕爸妈知道我辞职，担心。我准备回去再跟他们说。为什么辞职啊？不想干了。那不想干是想干什么？休息。我就算是一枚零件，那也得保养吧。那休息够了吗？保养够了吗？有什么打算呢？这本来好好的呀，你一问我，瞬间把我拉回职场。嗯，领导训话，问我要下一个季度的安排。问一句也生气。没生气。行，不问了。小姨吃不吃？不吃。哎，等一下带你去吃很好吃的黄焖鸡好不好？带你。我不想吃鸡。行吧。哎，我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视频会议，时间会很长，晚上不能跟你们吃饭了，怕你带一下。行，我带他去吃完给你送回去。啊，不用了，那个晚上跟你睡。东西啊，都带来喽。跟我睡啊，开心吗？我跟小姨睡，要跟小姨睡。嗯，都跟小姨睡。你可算找人帮你带孩子了。自己外甥你不看，你看谁的呢？行。林丹啊，嗯，要听小姨的话，不许乱跑。不要给他乱吃东西 ，OK？ 拜托了。知道。好了，妈妈这就撤了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你那个咖啡小姐妹一直在偷拍我们，你手机一直震动，我告诉你，不许说坏话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拜拜。想吃什么？猫多梨。猫多梨？嗯。是什么？猫多梨。猫多梨。嗯，你想吃猫多梨？嗨。
不能当饭吃啊。酸角糕没吃过吗？没有。来尝尝。嗯。你姐怎么突然来了？谁知道我发什么神经啊？她可能知道我辞职了，想让我去上海工作。那你想去哪里工作？回北京。决定了。嗯。我都在北京生活十几年了，你说上海的空气、口味，我还得重新适应，不如回北京了。那，你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吗？目前只能用排除法，排除不想要的。也是一种方法啊。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呢，都特别喜欢去怀柔的马场骑马，在没有高楼的地方啊，和马相处，心比较容易平静。你不约会啊？我约什么会？我大学毕业就没女朋友了。为什么？我们部门吧，男同事比较多。这女同事呢，要不然就结婚了，要不然就有对象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为什么你大学毕业以后就没女朋友了？啊，就是吧，那女孩后来去了深圳，而且我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是工作几年，攒点钱和经验就回老家的。这就算有女孩喜欢我，一听到我这样的人生规划，基本也就算了。那，你上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？啊？五六年以前了吧。一直没有追求者吗？要不然就同事，要不然就客户，麻烦。其实主要还是没遇到喜欢的人。嗯。你是不是要求很高吗？不是，我喜欢就行。什么钱呀、车啊、房子啊、家庭条件这些物质的呢？有更好，没有也行，上进就行。你这样没要求更难找，知道吗？是吗？嗯。你明天想带你姐还有铃铛去哪里玩？铃铛，明天想去哪玩呀？我想去看小马。小马呀？嗯，叔叔也在。哦。哦，就叔叔接生那匹小马。嗯。好，明天带你去看小马。嗯。你不忙啊？哎呀，你姐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还带着孩子，我觉得开车比较方便，我给你们当司机还有导游。你明天不是要接待那个什么书店的老板吗？其实安排的都差不多了，而且也不知道他们具体什么时候来。放心吧，明天有时间。啊，好。嗯。看小马。喂，到了，出来吧。妈妈。哎。姐，这个就是谢之遥，我们都叫他谢总。我知道，征婚的谢总，对吧？红明姐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叫我谢之遥就好，征婚什么的，开玩笑的。今天麻烦你了啊。不麻烦，这顺便啊，给我们村的旅游路线提提宝贵意见。哎，上车吧。哎，上车吧。怎么样啊？昨天没睡好呀？不好。那隔音太差了，还有蚊子、飞虫到处飞，还有那个床品也太糙了，不舒服。哎呀，这已经是当地最好的民宿了，凑合吧啊。嗯。哎，红明姐，嗯，你们有想去的地方吗？附近没什么农场，带铃铛认识一些农作物什么的。我也想摘梅子。OK。哎，你朋友开的那个有机农场现在都有什么菜啊？哎。南瓜、黄瓜、西红柿基本都有。那我们中午在那儿吃饭吧。他们啊，一天只做两桌，我得提前问问，打个招呼。
那你快问问，他们用那个自己垒的披萨炉烤出来的牛肉特别好吃。行，我来问。妈妈，那是韭菜吗？那是小麦。小麦是什么？小麦是姥姥家吃的那个馒头呀。哎呦，徐红米啊，你能不能别瞎叫啊？那是水稻。那不是小麦啊？不是，这边就产大米啊、玉米啊，还有那个糯玉米，特别好吃。哎，铃铛，你看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是玫瑰花田。哇，玫瑰花！哇，这玫瑰花长得挺丑的呀。姐，这个是真正的食用玫瑰，我们在花店里看的那些玫瑰花是月季。月季？哦，我记得以前姥姥家养的那个月季。被你折了，后来挨了打了，对吧？我折的是大舅家里的月季，姥姥家种的那个叫夹竹桃。什么夹竹桃？我怎么记得是月季呢？这个呀，是柠檬香风草薄荷，你闻一闻，有没有一种清凉的味道？有薄荷糖的味道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呀。是玫瑰天竺葵，你也闻闻，有种玫瑰的味道。闻闻这个，是迷迭香。不好闻。好，那我们就不要迷迭香，用另外两种香草泡水喝啊。妈妈，回头一步星辰，一步彩虹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看看别的。错过相拥，时间起初有微风，起初藏着心动，天谁的梦在好冰冰糖。来，把这个拿去给你妈带回去啊。这个看什么呢？你看看徐红米，我傻子是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。反正你到时候你别问了。你姐也真不容易，带着孩子出来玩还得工作。哎呦，真是不知道他俩干嘛呢。不放心你，过来看看你呗。哼，你不了解他，他才不是因为不放心我才过来的。他过来哈，就是想教育我。你是这么理解的？我跟你说，我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是最了解徐红米啊真正面目的人。他从小哈走路就是那种虎虎生风的，头也不回，然后我就一路小跑跟着他，跟都跟不上，他说我慢。不过你们啊还真的很像姐妹，一般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的话，这性格都是互补的。一个呢性格如果强硬一点的，另外一个就柔软一点。一个稍微活泼一点，另外一个就安静点。啊，一个省心，一个不省心，我就是不省心的。不省心怎么了？不怎么呀。那换你，你喜欢哪个？如果是自己的孩子，那当然都喜欢。啊，我是认真的。对家长来说啊，这孩子省心，样样出挑，当然是老天爷的恩赐啊。但如果不省心呢，那才是常态嘛。你要是图省心，那干嘛生孩子呢？人类幼崽本来就是这世界上最难养的动物。人类的这个本质就是矛盾又双标的，对吧？你书上学的啊，嘴上说的，实际上做的，南辕北辙。我们只是被教育要公平公正，但是事实上呢，
无论你嘴上说的再好听，最后你还是会偏心那个符合你偏好和审美取向的人，对吧？嗯，那是当然。我们不妨再理智一点想啊，这谁不喜欢长得好、优秀、性格又好的人呢？你有听说过谁的择偶标准是要找一个啊挣得少、事儿又多、每天忙到没时间理人、性格固执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人？哎，那就是我呀。你对自己的评价不高啊，在我眼里啊，你就是那个长得好看、优秀、性格又好的人。你也是。哎呀，这个安慰奖就不用给我了。实话实说。直接去门口怼他呀。过去玩会儿。嗯。嗯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来都来了，就开心吧。开心。听着呢，行，你把方案晚上给我吧，好吧？嗯。手机还有电？啊？手机还有电啊？没有。但我有充电宝，而且有俩。用吗？我还有五分之四电，这就是失业的感觉啊。小姨，狗。啊，狗啊。老板家的狗叫火龙果，你想跟他一块玩吗？嗯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不可以碰。被狗抓了或咬了的话，可是要打针针的哦。你不想打吧？而且这狗没驱过虫，人跟狗的菌群是不一样的。OK。哎呀，我们不理妈妈这个老巫婆啊，我们跟狗狗玩来，玩啊。姐，等一下啊！你放心啊，这个火龙果它非常温顺的。我怎么放心啊？你养过孩子啊？没养过孩子，还没当过孩子啊？那小孩就是让他什么都玩，哎，什么都不害怕。来，没事。行，咬了找你们啊。没事。哎，我给你们拍视频。手呀，没事儿，待会儿洗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过确实不干净啊，怪不得米急眼呢。说他带孩子玩点什么不好？他呀，还不跟小时候一样，一天到晚就爱招猫逗狗。哎，以前啊，去他姥姥家，那就等于是放虎归山了。脾气就是倔，不让他干什么呀，他非得干什么。我这几年大不一样了，明显的沉稳多了。哼，三岁见老，还是倔呀，不听劝，满脑子主意。哎，就是你想让他去上海。哎，不是你想让他去上海的吗？哼，我想让他在家。哎呦，千万别，嗯，那还不得气死我。哎，你说豆儿都辞职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跟家里说，他心里有什么打算？你这当妈的也不知道问问。哎，你这当爸怎么不知道问问呀？啊，你不想问就让我问是吧？你自己做好人，这姑娘是我自己一个人生的。你看一提到这事儿你就急眼，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我可没听出来是商量的口气。好吧，领导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不怎么办啊？既然他不想让我们知道，那我们就不知道。哎，等他回来再说。孩子是你亲生的吗？不是，我在医院门口抢的。你看，你看。看什么看？我这真是包饺子喂猪了。哎，你说这米跟豆儿，他俩能坚持多长时间不吵？啊？啊？两分钟。来，我拿着吃。
小姨擦嘴。不用，吃完了擦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嗯。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，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，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。雨独白升起悄然无声息。妈妈你看小马好玩好玩。妈妈忙海鸟轻轻声唤起涟漪。啊干嘛？我要不高兴吗？铃铛都没有不高兴，他都用了两个充电宝了。他不就两个充电宝吗？你看他用完了怎么办？我妈妈有两个手机。没事啊，是小马。小马多可爱，是不是？长夜的流星，风吹起的时候万里无云。喂，哎，你好，张柱，啊，早上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喂，小黄，怎么了？啊？好，好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嗯。阿南，我要去村委会跟村主任还有书记开个会啊。什么事儿啊？书店的事儿。广二，怎么说来就来啊？这村里还没组织打扫卫生呢。说是他们刘总的私人行程，带着家人去丽江玩，就经过我们这儿了，顺便就过来玩两天，还说不要惊动村里的领导。这就是突然袭击。之前说是一个团队，现在就拖家带口的，怎么接待啊？人家都说了，不惊动村里的领导，咱村里就别出面了。嗯，书记说的对，之前安排的接待流程恐怕是不行了，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，当成私人接待。我、小黄，再加上一个我这边的人，他们想去哪儿，我们就带他们去哪儿；他们想看什么，我们就带他们去看什么。我看行，阿瑶。这事交给你们了。好，那行，那我去洗个头，然后去谢老师那把衣服拿了，应该改好了。哎，千万不要，就穿平常的衣服，干净点就好。那衣服不穿了。人家是私人行程，你穿那么正式不合适。也对，那我就洗个头。嗯，我也去准备准备，安排一下。去吧，有事打电话。放心吧。嗯，好。啊！突然袭击。不是啊，今天本来要带铃铛还有我姐姐去古城玩的。没事儿没事儿，那让他们自由活动好了。嗯，好，挂了。怎么了？韶华书屋的老板今天要过来，登机前打的电话。怎么都赶一起去了？谁说不是呢？朋友们，我走了啊。现在就走啊？走了走了。你去哪儿呀？去北京参加 Live House。 是不是没看群？大麦在群里聊他狗的事儿。哼，这大麦人走了比在这儿的时候活跃多了，天天群里发大水。牛郎你赶紧走吧。好了，我走了啊，回来给你们带稻香村啊。你记得把自己带回来就行了。拜拜拜拜。铃铛，嗯，你好好吃，今天小姨有任务。嗯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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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是小黄是吧？对对对，哎，你好你好，哎，宝贝，小青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刘总，这是我们刘总的太太静姐。小黄你好，刘总好，静姐好，你好，这位是我们村里回来创业的谢之遥，谢总。哎，刘总你好，哎，别叫刘总，我比你们大，叫刘哥就行。哎，好，刘哥。这位是许红豆，在我们这边做义工。刘哥、静姐，叫我小许就好。这个是谢总店里的冷萃茶，给你们尝尝，辛苦了，陆总。哦，给你就好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辛苦。小许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这次啊，我们纯属是私人行程，所以说咱们工作不谈啊，我们只待一天，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奔丽江了。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你们一家子过来玩啊，我们就尽地主之谊，让你们吃好玩好。那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你们来我们就很高兴了。哎，是不是还有婴儿车在后备箱？哦，对，这边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客气。那我先带你们去民宿，一会儿去古镇逛逛。好的。这个镇子啊，距离我们村子步行也就一公里，来这玩的游客呢，随便走一走就到我们村子里了。哇，这么近啊！是，去年呢，外面那个路重新翻修了，扩宽了，之前是个单行的。农忙的时候呢，两个收割车相会的时候啊，得压到田里才能开过去。你们这儿的房子挺有特色的，有岁月的痕迹。对对对，都是老房子。我们保护性的改善了之后，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。现在什么样啊？之前就是什么样。哎，你怎么想着来这当义工呢？我呀，我是来度假的，要待几个月呢。反正待着也是待着呗，就帮帮忙。发挥一下余热。哦，喜欢这里。啊，这儿天气好，白天啊有云，晚上有星星，人际关系还简单。是，我也是这种感觉。那您过来投资呗。嗨，我就是个助理而已，我说了不算。这路不平，小心点啊。好。茶代酒敬你们一个，谢谢你们，干杯！谢谢。哎，小黄，上次你发那个宣传片拍的真的挺吸引人的，这文化氛围有，这风景也漂亮，是吧？所有的演员都是我们村子里的人。要是没见到你们，还以为你们请的是专业的演员呢。不过这第一次见到许红豆跟谢总，还以为你们俩是真情侣呢。不是不是，我们俩就是剧情需要。对，许红豆啊。就是来我们这边玩的。嗯。哦，那来这有多久了？两个多月。哦，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。他挺喜欢这里的。这居然有代言人呢？你让人自己说行不行？其实呢，我是冲着这个地方比较冷门才来的。其他的地方呢，人太多太热闹了。你去网上一搜，所有的地方好像所有人都去过，是吧？拍的照片也差不多，一点新鲜感都没有。对，冷门的地方空间相对更大。其实呢，一开始也没有抱那么大希望，它毕竟是冷门的地方嘛。它之所以冷门呢，一定有它的原因。来了之后才发现呢，在发展和规划上啊，相比一些其他已经热起来的村子来讲，确实是要慢一些。那人家其实人气已经扬起来了，你就像一个饭店。门口排队的越多，是不是越多人愿意去排队？那一个新的饭店呢，其实是需要一些宣传，还有一个可以摆在门口的招牌菜。对，招牌菜。嗯，这个饭店和菜要契合。你像剁椒鱼头就是湘菜馆，水煮鱼就应该在川菜馆，诸如此类，是吧？太来喽！
哟，哎，来来来，给腾个地儿。来来来来，酸木瓜鱼，谢谢花婶啊，不客气，慢慢吃。还有还有，就是这个酸木瓜鱼呢，一定要在云南菜馆。那当然了，来，刘哥、静姐，你们尝尝，这个酸木瓜鱼跟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，看看你们喜不喜欢。总公司在西城区呢，你之后想去哪个酒店啊？这个不着急，我准备回北京之前陪我父母一段时间。哦，也是，其实我也是，平时没什么时间回家。许宏道，过来一下。我过去一下哈。怎么了？聊什么呢？一直聊个没完。他各种问题，对什么都好奇，话特多，闲聊呗。具体的呢？我什么时候来的？喜欢这儿什么？啊，民风怎么样？你原来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来这儿投资？生意怎么样？然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啊，游客多不多呀？刘总和他太太呢？都说什么？玩，拍照，什么都不问。难怪这小子盯上你了哈。我说哪儿觉得不对劲呢？你看我做酒店行业哈，遇到那么多出差的客人，就没有哪一个助理在饭桌上话比老板还多的，查他。可我不知道他全名啊。他加我微信了。啊？他加你微信了？韶华书张明宇。还真有个叫张明宇的百度百科，是不是他？韶华书屋的总设计师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他套你的话，你就套他的。行，有枣没枣，打两杆子试试。加油！拜托拜托！好好好好，我尽力。回去好好睡一觉吧，什么都别想了。他们明天一早就走，我们该做的也都做了。不想了，没电了，明天再复盘吧。嗯，今天辛苦你们送我回来了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路上小心啊。哎，今天抱歉啊，本来应该是你去陪你姐的。没有。我要陪他的话，他也是不停讲电话。嗯，没事吧？嗯，有个坑。啊，有个坑。Do you ever feel alone, standing in the road, don't know where to go?看夕阳。
水滴，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，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，鱼独白升起悄然无声息，等海鸟轻轻声唤起涟漪，等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，等有风的时候把帆扬起，云朵的倒影，月色的缺影，满天的繁星，迷失的脚步也慢慢被抚平，四季的光影，我看见划破长夜的流星，风吹起的时候万里无语，鱼独白升起悄然无声息，等海鸟轻轻声唤起涟漪，需要风的地方。